电源在这边，这个打开，它有指示灯，然后这个是电池的指示，现在是没电的。你回去呢要充电，从这边，这边有个变压器，好，那可以打开，嗯。电压器打开，这个充电线，跟插上去，跟手器一样嘛，然后这插在墙壁上的电，它就会指示灯，显示，好，这是 echo 回音，这个不要去调，这个是大小声麦克风的，是，然后麦克风插在这里，是，好，然后播放、停止，在这边控制，那都是随身的嘛，对。来，麦克风插在这里哦。哎，要看错了哈，是在这边。好，带着。喂。好，现在就有声音了。喂，一二三 ，test。啊，这是 echo。echo， 你把它打开就有回音。有回音。好，你不要回音就把它关掉。是。这里。然后这里可以插 USB。是，这里可以插 SD 卡，USB 插上去，来，这个真的可以播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好 ，OK， 喂。麦克风领夹式的哈，领夹式的，嗨是，你插这边，领夹式，先把音量关掉，插上去，嗯，然后麦克风插在这里，那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要插麦克风这边，好，然后大小声在这边调，一二三 ，test， 喂，然后呢，我们你要用乐器的话哈，把这个塞海绵套上去，它声音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 MA100SB 的讲解，这第一颗是电源。你每次用完一定要打开，每次用一定要打开，用完呢记得一定要关机。你如果没有关机，一个礼拜它电池可能就挂掉了，所以用完一定要关机，很重要哈，一定要关机。我讲了三次了，一定要关机，一定要关机，用完一定要关机，好，这个电源一定要关机，好，这样子就是关机了。现在关机哈，没有亮就关机。然后现在打开是开机，现在开机，开机这边有指示灯，现在这样子是满格，是当它扫的时候呢，这样子是没电的，只剩下红灯就没电了，是，这样子是满格，没有了，对，就要充电，对，没有就要充电，来，然后这是麦克风一的开关，麦克风的一，就是一个麦克，就是我们麦克风这支的电源的开关，麦克风本来就一支而已嘛，对，一支而已，大小声在这里哈，大小声在这边。是，然后这个除了是电源，也是有线麦克风的大小声，这个还可以插一支有线，但大小声就是这颗在控制。哦，大小声是第二个哈，这颗在控制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警报音，这个是电源，这是麦克风，麦克风有线的，有线。然后大小声在这边控制，是，一样是这一颗。总开关也是这一颗。是，然后这是警报音，这是麦克风，这一次的大小声。无线麦鼓了，对，无线麦克风的大小声是，然后这是警报音，是，这个没有用，然后这是蓝牙，蓝牙你长按，按到红蓝闪烁，你就可以跟它对频了，来，然后拿出我的手机出来，手机，然后蓝牙打开，我这边已经它会扫描，扫到了它就出现 MIPLBM30，就按连线就好了。连线，对，好，你看它已经连线了，好，按线就会播音乐了，播你喜欢的，好，现在声音从这边出来了 ，OK， 有了哈，这样懂了哈，是 ，OK， 好，再往下，这个是对频哈，长按它数字就会跑了，你看到吗？长按，放开，现在没有声音了，麦克风没有声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跟它对频，刚刚现在是8，现在变成0104，两个频道不一样。现在是104，频道不一样，是，不一样，你要对频。对频，这个打开，是，这边有一个红色圆点，一个红色圆点，电源打开，红色圆点对着它，按一下是对频，红色圆点对着它，是，它变成8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不是长按吗？它变成8了。
好，我刚刚有讲，长按是跳屏，按一下是对屏。哦，是，对，了解哈、哦。是。好 ，OK， 这样了解哈。是。长按是跳屏，按一下是对屏啊、哦。然后这是 LINE 的大小声 ，LINE 就是从这边输入的音源。哦，你的笔电还是什么的，可以从这边输入进去。所谓 LINE， 我们的手机的 LINE 吗、哦？不是，来，你们，这个是电源哈、哦，这不是电源，就是那个信号输入，你的笔电的声音啊、哦，可以从这边 LINE 进去。是。好、哦，然后大小声从这边控制啊、哦，然后再来这个是 USB 的大小声，也是电源，打开，它这边会亮。是。啊、哦，然后 USB 插在屁股这边后面这里。哦，插在后面这里，然后我试音乐给你看。好，现在插进去了。好，它有声音了哈。是，大小声在这里哈。是。然后这是 play 暂停，都是这一颗。是暂停，然后停止，停止，然后下一首、上一首、都在这里，然后大小声从这边调，是好、哦，然后这是输出，啊、信号输出，你这里面的声音可以再接一个扩大喇叭，是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电源充电的，充电机在这边，啊、哦，这个电要插，这里有一个电源要插，它有附一个电源线，这里，好、哦，然后插到墙壁上的电，然后插上去，它就可以充电了，哦。哎、hey,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OK， 谢谢。